爱的书和 K-pop 神小婷君 Kcher 韩东日前一起吃饭聚会的消息引发热烈话题，同为在韩国打拼的中文 LINE 能一起互相扶持是再好不过。而 Everglow 成员王一人先前终于从中国回到韩国，直播时也被问到跟其他人的互动。韩东在国内时候有联系过，当时我在国内时候就说，哎呀，如果到韩国要吃个饭啥的，暂时还没有联系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最近什么时候跟小婷约饭？哎，好有好好好问题，下了播我要去问一下呀。最近什么时候有空呀？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呀？认识子瑜吗？认识呀。认识舒华呀。期待下次美女们的聚会咯。